那这个比喻哦，就是狮子，我们知道狮子是百兽之王，那狮子百兽之王，等他过世的时候，他死掉的时候，其他的野兽还是不敢碰他，不会说因为啊死了我们就把它吃掉，没有人敢吃它，啊、哦，那最后是谁吃它？它自己身上会长虫，它就被虫吃了。那代表什么？狮子代表什么？其实代表佛教，代表佛法。所以我们说弘法弘法，其实就佛陀说法像狮子吼，啊、哦，狮子一吼，其他百兽寂然无声，他们就不敢吭声，代表说佛法是最殊胜的。佛法讲的是究竟的真理，别的就辩不赢他，所以别的就是寂然无声。那佛法是狮子，可是问题是说到后来，佛陀有讲到，到末法时代的时候，就好像说将来佛教本身，其他的外道或者是其他的邪师，其实没有办法就是破坏佛教，那佛教灭亡。那会让佛教毁坏的就是什么？反而是佛教自己内部有一些比丘，或者是出家人，他们或许有一些嫉妒心或者是竞争的心理，就反而会害他，或是反而会破坏佛法。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狮子生成虫来食狮子肉的这个典故的一个意思。那它的意涵是什么？其实也是警醒我们，我们弘扬佛教，我们维护佛教，那我们自己也要更要有正知正见正信，然后才能够真的去维护佛教，然后去保护佛教，让佛教更加去进一步去发展。这个慧淼禅师啊，之所以会跟智者大师引起这个辩论啊，是他想要证明他自己啊，在佛法上面是高过于这个慧思禅师的啊，因为慧思法师呢，他是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老师，所以他就要去压过他，结果没想到说，哎，慧思大师没有去参加这个比赛。因为他说我要去南岳去讲经了，他没有时间，他就让智者大师去。那慧淼禅师呢，其实他有点不自量力，然后他自己也非常的夸大，就是他的行为是比较乖张一点的，他就到处跟人家讲说，对他的门下弟子讲说，我呢是狮子吼，那他们呢是这个野甘明，野甘就是狐狸的意思，我是一只狮子，吼声又亮又响，他不过就是一个狐狸而已，声音幽微又小，又尖锐又难听。结果刚好反过来，这个智者大师便赢他了，因为他都是引经据典，每个说话都有出处，来让他是哑口无言，因为他找不到什么出处啊，什么东西来做一个很有力的辩述，所以旁边人在听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智者大师讲的是有经有论的，是非常的明确的，可是慧淼大师所讲的就比较空洞。那谁是狮子吼，谁是野甘明啊，这高下就立判。